欢迎收看《鬼影 JJ》，我是主持人浩克。最近正值清明时节，相信很多人都会到坟墓里面进行扫墓的活动。但是在坟墓里面呢、一不小心就会招惹到很多好兄弟姐妹们跟随。今天我们节目请到许多专家来跟我们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请到第一位来宾是孙浩平。对于这个事件了解多少呢？大家好，我是孙浩平。首先，要感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跟外星同胞一起入墓。是的。那对于清明节我也是有些研究的，传说是始于古代帝王墓祭之礼，后来民间开始仿效之后呢，就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好的，那下一位来宾我们要访问到的是我们的灵异教师神眉。大家好，我是神眉，大家都称为灵异教师。告诉大家呢，这只左手其实它是一个灵体，让我可以和灵界沟通。说到清明节啊，当时呢去坟墓看了一下，现场超级热闹的，就聚集了超多灵体。有些灵体呢，因为尸体量不够，所以非常的不完整。好的，那因为时间因素，我们来现在介绍一下我们来自西姆拉雅天母星球的外星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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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那个浩平兄，浩平兄，我们摄影棚不准录影啊。J J， 不要这样嘛！我第一次看见外星同胞，实在太嗨太兴奋了。那我多拍两张嘛。J J J， 我不懂你们什么清明节的，我们的习惯是无时无刻都可以来到这个世界游玩，特定时间才可以出来的习惯实在是 so amazing。而且你也知道我是那么有特色，金发妹妹都喜欢跟我约会啊，是不是啊？还有我还有特殊技能呢。哇，哪个妹妹会不喜欢我啊？朱迪啊，好的，刚刚那个就是我们的来自美国的灵异同胞。那浩平兄，最近有没有什么灵异的研究啊？是的，在以前呢，只有灵异体质的人可以看见鬼，但是现在科技已经突破了。对，浩平兄刚刚讲的就是在网上火红的新商品，现在就让我们来进到好心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好心购物台，我是主持人毁容。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才刚转到好心购物台，我奉劝你千万不要转台，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将要介绍我们史上最强 JJ 牌现行喷雾，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一定会非常的期待。那在我们介绍我们产品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 VCR，让我们来看看小凯的故事，你就知道我们 JJ 牌现行喷雾有多厉害。小凯是一位平凡的大学生，生活糜烂的他，晚上常常玩到快天亮才回家。与他有纠葛的女生多得数不清，但大多都没有好的结果。我很烦，我今天很累，我现在不想跟你讲了，拜拜。他挂掉女生的电话，只想倒头就睡，不管这些烦人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夜晚将会是他永生难忘。他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明明累得半死却无法入眠，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他似的。不过他感觉到身体好像越来越沉重，他没想这么多，只觉得应该是太过于疲累了吧。但是当他想翻个身好好睡一觉的时候，却发生了奇怪的现象。他试着移动他的身体，却发现动弹不得。他吃力地把头抬起来，往后一看，没发现任何异状。这时小凯想起了他朋友之前送他的生日礼物现行喷雾。动弹不得的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把他的手慢慢移到柜子上，想要拿到这瓶现行喷雾。小凯终于把现行喷雾拿到手了，他迫不及待地朝向身体喷了两下，从此他所看到的影像将使他永生难忘。同样遇到奇怪现象的林妈妈，林妈妈最喜欢买东西回家了，尤其是楼下的生鲜超市。
每次逛都会提个一大袋回来，把它们一一放到冰箱里，是林妈妈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林妈妈有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放完所有东西后，会再一一检查，确定买的东西都齐了，才会放心地做其他的事情。某天，林妈妈下午觉得肚子很饿，想要找点东西吃，于是就想到了之前塞得满满的冰箱。但是令林妈妈觉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之前塞满的冰箱怎么好像少了一点东西？林妈妈想想不太对劲，但又觉得是自己多疑了，于是就此作罢。但是当时的林妈妈并不知道这只是一切事情的开始。隔天早上醒来，林妈妈依照习惯打开自己的冰箱，但是眼前看到的却是空空如也。东西呢？不是昨天还在的吗？怎么可能一个晚上就全部消失？于是林妈妈决定偷偷架摄影机观察，却发现了惊人的事实。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大家来见笑》。有一个绿豆，然后他经过一个火灾现场之后，然后 他心情就变得不好，因为他变得焦虑。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正言法师。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永远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呢，是不是也曾经遇过类似的问题呢？是不是有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又觉得哎，是不是自己的错觉？那么我们今天 JJ 牌现行喷雾呢，就要来解决大家的害怕烦恼。
那我们 JJ 牌现行喷雾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拿出来推销的哦。我们 JJ 牌现行喷雾是由我们喜马拉雅山上天山圣水萃取而成，内含40%的牛眼泪，并且呢，经过我们海盐法师7749天的加持哦，7749天，我们一天都没有少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它的外观设计，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哈、哦，我们的外观设计呢，非常的流线型，有没有？很流线，而且又非常的 fashion 哦，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呢。要买要快，不然你不买你会后悔，真的，我们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哈。接下来呢是各位观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这样的好的产品呢，究竟要多少的开价？那我们原价呢是3688元，3688哈，我们今天我们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钱，我们是金爆价1688，各位观众朋友1688哦，你以为就这样吗？我们还加送2包补充包，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优惠？那么呢，我们在介绍我们的call in现场，进我们call in现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刚才呢 VCR 中我们小凯呢最后是怎么样了。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个戴着眼罩的女子，坐在他身上睡着了。不好意思。小凯觉得奇怪，试着叫醒她。不好意思，你压到我了。原来他被奇怪的女子给压到了，不过他还蛮有礼貌的，听小凯的话到旁边去。林妈妈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的画面，于是马上就想到了之前托朋友买的现行喷雾，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在林妈妈使用现行喷雾之后，林妈妈发现了一个一直偷吃自己冰箱食物的小胖子。林妈妈的母性被激发了，他最受不了饿肚子的孩子了，他不但没有骂他，还热情地邀约可爱的小胖子一起共进晚餐。如此一来，林妈妈不仅少了一个生活上的疑惑，还多了一个可以吃饭的朋友，真是太棒了呢。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大家来见笑》。有个绿豆，然后他经过一个火灾现场之后，然后 他心情就变得不好，因为他变得焦虑。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正言法师。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永远相信？鬼影 JJJ。是的，老婆，我们呢？现在呢？我们 JJ 牌现行喷雾已经接到50组的订单喽。我们现在电话呢，全部都已经爆满了哈。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要耐心的拨打哈，不然呢，你就会错过我们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呢，今天呢，我这边在做个提醒哈，不好意思哈，我们的老客户呢，要请拨打我们的秘密专线哦，各位朋友，老客户哈，我们有后门可以走，好，各位老客户们。然后呢，接下来观众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哈，我们的今天 JJ 牌现行喷雾到底有多好用呢？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场就来实际测试一下效果给各位观众朋友看。是我们的产品经理。Hi everyone, my name is Jobs。哦，我们的贾博士经理哈，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么好的产品哈。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功效呢 ？OK， 你看到我们最新款的产品，它外观设计的好流线，而且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使用的方式，就是当你遇到鬼的时候呢，你就像这样轻轻的 push， 你们看到那个白色迷蒙的烟雾，有没有很梦幻的感觉？是 magic， 真的，真的是太神奇了！而且 right now 现场购买我们家这还原喷雾垢，买2组以上还送。749护身符哦，749护身符一样是我们海燕法师加持的哈，一样一天都没有少，一天都没有少。对，那各位观众朋友哈，这么好康的产品哈，真的不能错过，真的不能错过，你不买会后悔。我们现在真的是1688加赠2包补充包，还有什么？749护身符，749护身符，我们贾经理加码了，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真的不能错过。赶快 call in 进来哈，我们接下来呢就进我们的 call in 现场。好，现在是我们 JJ 牌现行喷雾的 call in 现场哈。那我们现在来接我们第一通电话。喂，你好。喂，是。喂，哦，你好哈，嗨，我是蔡敏姐哈，这个产品嘛啊，嘿，我是讲咱已经用偌久了，我是拜是买100组啊，敢有迄个敢有优待啊？哦，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哈，我们待会呢会请我们贾经理呢来解释一下有没有有效期限这个问题哈。还有呢，目前哈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我们一组呢是1688加送2包补充包以及我们的护身符。那贾博斯经理，我们这位观众朋友真的非常的爱你的产品，他要订100组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优惠呢？我们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OK， 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没有 deadline 的 ，because 我们是用最新的科技来制造，所以它是没有过期的或者问题的哈。活到老用到老，各位观众朋友，没有错，不用怕。然后关于刚刚那个很好的，他说要买100组的优惠，没有关系，我们私底下聊。那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哦，高先生。好，那我们谢谢台北的高先生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紧接着我们第二通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啊，你好啊。喂。請問一下，喂，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没有开放国际线，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打进来的哈。好，那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现在call in现场呢有那个时间限制的部分，我们呢这边要先休息一下，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大家来见笑》。有个绿豆，然后他经过一个火灾现场之后，然后他心情就变得慌，因为他变得焦虑。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正言法师。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永远相信？欢迎来到鬼影 JJ， 我主持人浩克。刚购物台毁容不是好久不见了吗？怎么跟上次我看到又不太一样了呢 ？OK， 我们讲到这个现形喷雾啊，这个现形喷雾不仅可以拿来跟狗人躲猫猫，这是新奇又好玩，连我都忍不住买了几罐跟现场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啊。这东西呢，是我之前出外景的时候呢，就是在民雄鬼屋里发现的。那还有一种香味呢，是这个产品最特别的地方。那基本上呢，我们对于灵界都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基本的感觉，但是呢，当我们做一些动作触碰到所谓的灵界的时候，这味道真的很不错哎。那我们先来看看灵异教师沈美有什么灵异体验跟大家分享吧。对，是有啦。我认识一个护士呢，她的小妹，她在医院工作，穿的护士服。有一间病房住着一位老人，有一阵子这个老人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房里。因为他说病房里还有其他的人在，小美，于是呢，有一阵子，那个小美又看到这个老人跑到走廊上去，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于是小美又把他带回房间里去。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节目是普及的，不接受色情啊。啊，当然，老人说他非常的害怕，小美就把他带回房间里，然后跟他说没有啊，没有其他人啊，然后老人就指着衣橱说。他就躲在那里面，于是小美跑过去把衣橱打开，里面一样没有人。她就告诉老人说：“没有啊，里面没有人。”然后老人告诉小美说：“在那里，他就在那里看着你。”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问你。好，给你问。护士证吗？Of course。啊，谢谢。好了，讲正经的，听说身体虚弱比较容易看到一些灵异的画面。那浩皮兄，听说你有类似的经验是不是？是的，我之前在开刀的时候呢，我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的朋友可能就跟我说，可能只是因为我太疲惫所造成的。但我自己觉得呢，应该是因为我的灵体质比较虚，所以可能就容易看到。OK， 好。那是不是真的？我们也无法体验，那各位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那现在就让我们再进下个单元吧。
JJJ。OK， 浩平，那我们刚刚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灵异照片吧。是的，非常刚好呢。今天的主角也叫小妹，这是一个大学生所投诉的内容。她说，她和她男朋友要从学校停车场骑摩托车出去的时候呢，被不明物体绊倒。他们想要闪避，但车道太窄。他们想要加速逃出的时候，但家人升起的又太慢，所以悲剧就这样发生。这刚好是我正要接的案子。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照片，这是我们跟监视器调出来的监视画面。是的，这是我们这次的监，这是监视器的画面。小心，你看，而且你有什么意见吗？好，那浩平，你对于这次有新的进展呢？是的，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疑似小美本人来到了现场。无人作首，手风百鬼，现在是我力量。I see。你是小美吗？我姓贺，叫小美。画面中这个人是。我觉得这张照片好像是作假的。可是这头发好像不太对啊，你是小美她的男朋友吧？脸是这张照片，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勾起你什么回忆？脸是我的，可是我从没去过这个地方。什么意思？这是你啊？不，他不是我。那你是谁？那我不知道，我只是被抓进来领通告费的。领通告费。好 ，OK， 好。看来很显然是我们今天可能技术上出了一点问题啊。那大家不用担心，等我们下周请到真的小美，就可以为我们厘清一切的真相。好的，那这个节目今天要告一段落，请各位下周继续收看我们的《鬼影 JJJ》。说到鬼，大家都会说，很多人也很爱说。那有人呢随便说，有人感觉到身边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就觉得他是鬼，他是吗？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有鬼的存在时，大家都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不顺利的话呢，你就说他是鬼，那他是吗？他是吗？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鬼这个东西啊，有可能就在你旁边，或是在这边。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是心理作用吗？我们在鬼压床的时候，我也被压过。当然，有时候你没有适度休息的话，当然有时候那不是鬼压床，那可能是痉挛。所以呢，半夜你不做亏心事，你白天当然不用怕鬼敲门。白天不怕鬼敲门，你晚上也不用怕。所以呢，如果你不要相信他是鬼，那你自然就不会觉得他是鬼。在这边呢，他也有可能在你的旁边，只要你多多行善，你只要帮，你就拿回收给那些阿伯，这才是最根本的做法。阿弥陀佛。